我今天风格今天变了。叮咚 ，Hello， 想搭个顺风车？可以啊，那我顺风。谢谢。哦，谁要搭顺？谁什么？麦穗要搭顺风车。麦穗要搭他顺风，哎，对，主动出击了。哎，麦姐这么捯饬也好看。嗯，麦姐就是好看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们的电台是吗？呀、yeah, ，可以听，可以听，可以听吗？可以听，听听。吹嘘不撒嘴，我是主持人小苏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是现场录下来的是吧？对。主角是我们另一个演员。哦。他是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。哦。谈恋爱谈的比较少。哦。就喜欢漂亮妹妹。喜欢漂亮妹妹。哎，但这个也很正常。所以基本大部分是别人追你吗？不，我也会主动追别人。我碰到喜欢的会主动出击。哦。喂。感觉麦姐要雄起了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比较优秀，然后追你的多。没有，大家都不敢靠近我。哎，对，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样，有些女生太优秀了，会比较难追。哈哈。嗯。所以你身边其实是有很多，就是表演的时候应该会吸引很多。对，你下了台就啊。哎呀呀呀！太厉害。就没有，这确实下了台会很不一样。嗯，你有感觉吗？那你要是在台下也是这种状态，我觉得就那反倒是有点奇怪了。奇怪。对，对。那人不就是有这种反差才可爱吗？嗯嗯，有道理。是吧？对。所以说，感情这种事情难。嗯，顺其自然是最好的。尤其是在这种大城市里，你的选择一旦多的时候，哇，那真的是。对。大城市，像深圳这个城市，确实，身边的人越来越不爱谈恋爱。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大家就在忙事业。因为大家觉得爱情好像并没有那么。已经不在第一位了。是的。这也是一方面。对，还是也不想去碰，就是。就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失恋的那。那个感觉，所以好麻烦。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能有一颗还是敢爱的心，我觉得是真的很难得。真的。